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运回来，看来探勘很成功啊。等一下哦。 要盖这里，好了，再来就是要卖啥？碟子啊，对呢，这个。 警告！正发生蓄意破坏事件。有几只恐龙被下毒了？哇！恐龙中毒喽！要求收到。添加致人工作清单。来来来，你们一人先负责一边。已确认，了解。 难补。好嘞，嗯，一贴纸。 完全没了呢，卖个两倍的价钱。科学部门一直在寻找提升盈余的方法。我有个工作要交给你，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？维持在2300以上。 目前只有这些啊，我这边要另外再盖一座了啊，不然没有恐龙，没有收入啊。等一下哦，回蓝，嗯嗯。
沿着边边跑。这边来养那个，我也在想啊，所以我刚才想盖那个啊，那个。嗯，这个啊，刚才想盖在这边，然后就是很像搭捷运的方法。可它应该不能单向吧？对吧、啊？它要连接。等一下，我试试看。哦，这边先拆掉看。可大家都说单向了营运，单轨道啊。可能会撞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嗯，
暴风雨要来喽！暴风雨要来喽！暴风雨要来喽！等下，我上面没有盖避难所，这边要跑哪去？各位先生女士，方才处理。那这个又是什么啊？要道路。好像可以耶。还行耶，大蓝受损，没有电力。维修人员出发了。已确认。设置追加工作。哇！喵喵死了！哇，我们的五星喵喵没了。前往回收恐龙。想说他应该也快死了吧，就真的死了。哦，我好久。前往接收恐龙，正在回收恐龙。正在运输恐龙。那我们这边啊，这边可以启用了。在恐龙运送中。
完成。OK， 这边来养肉食吧。嗯，这种的。岛屿评价掉不少，没有，是根本没有增加过。哦，你是说刚刚那个五星的恐龙吗？对啊，遥控恐龙。大家都喜欢贴纸嘛？还是因为跑太远了？跟人很多哎、欸。我要不要把路给堵住啊？这边如果断掉，他们是不是就只能在里面来回走了？然后就恐龙太少了，我再多养一些恐龙了。养两只，我刚养那个，这个，哇，也这样，这样他们没办法领着你，就要不会啊，没钱吃自己啊。我以前就是玩类似的这种游戏，就是把道路给拔掉，他们就只能在有道路的上面走，然后就把价钱调得特别特别高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爽赚。爽爽赚！好像蚂蚁的，决定了，我要把这边路给拆了。咱就是一定要经过这边啦，就可以进来消费啦，是不是？孵化巴西，忘记了。
条好了。好，哇，强迫什么？没有，你是说强迫消费还是强迫症啊？讲清楚啊、哦！那也可以拆了吧？当时这个是为了要好看才盖的。You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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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们还缺餐厅。对对对对对，缺餐厅，强迫消费，当然啦、啊，拜托。当然要强迫消费啊，这个麦这个打掉了。这人口不错多哎、欸，恐龙贴。看地图，让我想到某一个诗，表示需要，然后说，我在想这样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你觉得嘞？那是不可。点，龙毛恐龙，没人要买。哇塞，完全没人要买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我们在此隆重欢迎华阳龙来到公园。遥控恐龙也没人要，两倍价钱。为什么明就进来啊？所以你们不需要两个员工，嗯，没错，好。等一下，我是做错一件事情，这是卖便当盒，这是便当盒。夜视镜，好亏哦！笑死了。正在前往接收恐龙。哎，我是不是养了两次啊？双脊龙就像大部分的掠食者一样，没有能够直视正前方的双眼，因此他们靠嗅觉狩猎。现在也有很多掠食者依靠嗅觉捕捉猎物。哦，岛屿解锁第四座岛。如果你喜欢挑战，谁不喜欢挑战呢？好了，我不喜欢。总之，这个地方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，塔加牛岛。
钱或许买不到快乐，但钱可以用来付头期款，因此我很满意你在这个合同的表现。我等下把爬上去了，太小看不见。拜你的成果所赐，我们科学部门的工作得以推展了。太小资了吧，森林不够多。够了吗？够了。我要把我养错了，我要把这边的双棘龙养移过去了。好小只哎！确认工作，添加工作。营运，我这边本来是要养这个啦，这些还没养过。添加对工作清单。